朋友们，四辆车一起去海南，带着两个大姐。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准备收拾东西出发了啊，在这个咸宁小山村里面休整了三天，终于雨过天晴啊！今天准备出发江西了。这个广东的大姐正在化妆收拾中，云南的已经全部收拾完毕，还有这个江苏的这个小姐姐，她也正在收拾化妆妆。等他们全部弄完，我们就做个早饭，简单的早饭，白菜萝卜吃完了，我们就准备今天继续出发我们新的旅程了。这个广东大姐今天吃什么？白菜。萝卜，就这样。对呀，萝卜白菜。萝卜白菜，就是我们四个人的早餐，加中饭。对。非常 beautiful。萝卜，白菜。喂，江苏大姐、河南这个广东大姐吃饭了。好的，来了。吃饭了，两个大姐。来了。吃饭，准备走了。准备开饭，搁了搁的碗。好的，我这小粉碗还是姐给我的呢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吃完饭了，这个广东的富婆正在收拾碗筷，还有这个江苏的小姐姐、云南大姐，我们就准备收拾下，就准备出发了。吃饱喝足，我们准备出发了。下一站通山方向，通山县也是一个山城啊。通山县和这个江西就非常的近了。我们今天要去一个很美丽的村子啊，准备出发。到了，中国大汉黄竹村刘家桥，溜达不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的地方了。是吗？不走了吧？走啊，玩一会就走了。哇塞，太美了！哇！把我的古装穿上，我去！哇！太有感觉了吧？太美了，走走走！是不是？太美了。这真的是江南小镇的风景啊，是不是仿佛回到了江苏？嗯，有点那种小江南的感觉。哇塞，据说这个黄竹村有几百年的历史了，上去走一下，感受一下江南小风景。上，我要穿红衣服，我要感受一下美哒哒。放哪里去啊？好，上上上上上上，我们走得优雅一点，漂亮一点。优雅一点吗？上，小碎步往前跑。太美了。哎呀，
画都是风景啊。上桥。这边有个水车，很有艺术气息。饭店呢，看，秀嫂饭庄，这上面有一点这个标牌，厉害了啊，这全是百年的饭庄。爬着这个百年的阶梯上去走一走，哇，这全是鱼。看，在前面遇到几个小姐姐。哈喽，你们也是来旅游的吗？又相遇呀。你们也是来旅游的吗？是的，我是你的粉丝。是真的假的？真的这个也是来旅游的吗？去海南的吗？你是从哪里过来的小哥？我是从荆州过来的。你们从哪里过来的？从江苏过来的。哎呀，我们遇到就是个缘分呐。哦，那一块玩呗。那我一块玩。嗯，你是怎么去哪里啊？你们是一对母女吧？像吗？嗯，这是妈妈是吧？带着女儿，那我们一起游呗。对，那我们一起游呗，走吧。去哪里啊？下一站？去江西，你们呢？我们这是同路。去福建。我们这是同路。那太有缘分了。太有缘分了。来一起吧，走，一起游。太有缘分了，朋友们。遇到同路的，哎呦，太有缘了。哎，小哥，我们就走到那个水车看看吧。可以，可以，好好。好。你带路。走路上还能遇到小哥哥，真好。走到路上遇到小姐姐也真好。这里好多的鱼啊。是啊，真的鱼啊。哎，我这里就可以吃啊。其实我们没吃饭就在这里吃可以。以前那么大走，上桥，上桥。冷，我怎么手很热？大哥，我们快走吧，一起走好吗？哇，这就是百年的风雨桥。什么桥？我叫它风雨桥。风雨桥。可以，进去。你看那木头啊，太酷了。你看，实木的。我叫这个树叫百。百树之王，这里有个古井，看一下古井。这个古井，千年古井。是啊，万年古井。这水好清啊，朋友们，清澈见底啊。
逛完了，我们看一下介绍吧，给朋友们。刘家桥美景，其实这里很多吃的，你看，有鸡呀，有鸭呀，都是好吃的。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吃过早饭了啊，早饭、中饭都吃了，所以就不吃了。你看，刘家桥依水穿村而过，山奇水秀，白泉河在这里形成的一幅古典迷人的农家风俗画卷，非常的 beautiful。刘家桥的先祖们在这里曾经统治了511年，先后有36个皇帝，厉害了。朋友们，带这个两个大姐啊，还有这个江苏老妹，我们一起参观完这个刘家桥的历史，我们准备继续出发江西，下一站通山县。好了吗，江西小老妹？不是，好了吗，江苏老妹？好了，走吧，师傅，下一站。哎，大姐丢了，那两个大姐丢了。广东富婆和那个大姐。啊？他们两个经常丢啊？哦，他们上车了。哦，上车了，那走吧。哎，这地方确实美如画呀，朋友们，下次大家可以带上自己的另一半到这里来游玩一下，有一种江南水乡的感觉，感觉非常不错。